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以信望爱为军装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保罗勉励信徒过谨守的生活，用信心和爱保守自己的心，心思意念因有得救的盼望而被护卫。信望爱是基督徒的属灵美德，也是属灵的兵器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聪明、手段或其他，而是属灵的品德。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全副军装，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、丰富的爱心和不息的盼望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准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拣选了我，把我从人群中分别出来。是的，我是属乎白昼，我是光明之子，我要常常警醒，用信心和爱心做我的护心镜，保守我的心常常在你里面，完全信靠你，与你合而为一。我也要戴上得救盼望的头盔，常常仰望你的救恩，寻求圣灵的带领。请帮助我披戴你赐给我的全副军装，胜过一切的试探，过得胜荣耀的生活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借着我将信望爱传递出去，让我的家人邻舍都被你的生命吸引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都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尊名求，阿们。